发财，赚大钱，啊，搁会当保全家平安嘛。嗯，啊，若安尼，是会当保住。小姐，安尼我来接。金樹啊，啊，伊娶到迄个外籍的新娘，我伫讲啥，伊听拢无，啊，听累呢。啊，秀霞嘞，秀霞搁去甲玉婷摕药啊，吼。若要安尼吼，赚较济钱嘛无够用。好啦，你莫细细念啦，哎呦！歹势歹势，我拄仔伫甲我迄个囝讲话，啊，解运吼，一边是爱开偌济钱呢？阿母，咱要食早顿，吼，咱爱目镜也拔起来，嘿。阿妈，老早。老早。把这个遐，啊，刚果要食啥？无，你遐食啊？迄个船啊，船啊，船啊，迄块有食无？嗯，我嘛唔知呢。哈、啊，你较真正唔知伊在烧什么哦？伊在烧什么？真过去祖阿遐签六合彩啊啦。哦，阿大，伊在签六合彩呢？其实这个囡仔是袂歹啦。袂歹是你讲的，那会签六合彩就是无好啦。迄囡仔就是歹囡仔啦。唔通生气，以后要靠伊呢。哦阿嬤，我即马就是要甲你照顾啊，你唔免惊，无人互你挖苦。互我挖苦？你个翁真了在走路欠钱，啊你免哪互我挖苦？啊你个外国神哦，也无得甲咱家保庇啦。哇，这好带我倒来啊啦！哦，啊即马是几点啊？啊你流到这水茫茫，啊吹到这落型的，啊这是要，这囡仔是要哪迄落啦？俊啊，我甲你讲，迄个病你都无咧听呢。
我只是跟朋友出去一下而已啦。一下啊，伊不是爱你，含你做伙，伊爱你的钱啦。恁爸安尼面乱赚，你安尼骨来敢开？你都要像我啦，去读册、做工课，赚钱较实在啦。其实哦，何必开钱伫查囡仔顶悬咧？查囡仔饲大汉，嫁人，赚钱给别人，也无要赚钱给我啦。饲查甫较差不多。阿妈，每一个囡仔吼，拢有伊的价值啦。那我签着四类的，我着好囝。我若好囝吼，我着照顾恁大家。照顾阮大家，啊！恁唔着讲恁爸拢无咧甲恁照顾啦。哈，啊！我嘛开钱予你去娶迄个外籍的呢。讲的是真话。你上好较细致的啦，唔通规工甲咱交你的朋友在外面在乌白费啦。你是安怎？你感觉咱兜善家足见笑的吗？我也无迄个意思啊啦。阿兄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我足讨厌伊的，不管是吼，都结一伙足高尚的款。伊只不过是一个查囡仔尔尔。你莫安甲伊计较，吼、哦。阿姨阿姨啊，你干啥？你有遐侪钱呢？阿俊啊，你哪有遐侪钱呢？我甲头的借的呀。啊，遮侪钱，你若输啊，你哪有遐侪钱通好用人啊？袂啦，袂输啦，我有去庙里求名牌，袂输啦。啊，真好，足侪钱呢，足侪钱呢。发生什么代志，秀霞？啊，你也来伫遮咧？阿妈，你去过遮侪庙，拜遮侪神，结睏的时，煞拢无平安。哎呀，我只不过是伫睏眠梦尔呐。阿妈，你去庙里拜拜，求好运的神要控制咱，只有耶稣会拯救咱，予咱自由。咱台湾人哦，唔免你阿斗个神伊耶稣，你去睏。妈，你好好睏啊！阿爸天父，请你帮助头的，唔通阁伤害阿兄，卖当予阿兄，卖阁签着合彩啊！嘛，请你帮助阿爸甲阿丽啊！因的感情会当较好咧，互因的心软软，会当受感动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小吉，我们今天去游泳好吗？我今天想带你去游泳。咱就要想办法，看下当互恁阿哥吼离开遐，干那要接唔妥谈遐朋友。阿爸，我会替伊祈祷，请耶稣带咱斗三工。你敢真正相信你伫拜迄个外国神耶稣吗？是啊，自从吼我信耶稣、读圣经了，我的性命就拢无共款安尼。啊，无帮衬啊。加减啦，啊，咱吼就知影咱有一个外壳就好啊。阿爸，信耶稣真正好啦。
哎、欸，今仔咱就开始知影吼。欸、对啊，哎、欸、哎，今仔财政规章你看卖啦。嘿、欸。讲讲白讲。哦。那就无对呢，无对，无对啦，啊，无对啦，无对啦。会讲有代志啊？会不会赶紧来走？是哦，要不走？哎，阿头啊！明仔载的事，人就要行我。啊，我明仔载就行你啊啦。好，要明仔载要行我。嘿啦！啊，若无行，我来剁脚剁手我。问啦，我明仔载一定行你啦。够影。真的啦。阿丽啊，阿这么是咧创啥？我咧甲你讲，你都无咧听哟。你是嫌我受闹的哟？袂当做恁翁哟。你来都无理，厉害啦！卖遮歹啦！你是歹的，就是安尼尔，大家就做许代志安尼。我叫伊卖做许个代志。啊，即摆是咧甲我教哟，你要甲我讲一寡耶稣的故事哟。阿爸，我会甲教啦，伊只是足想厝的，所以心内足艰苦的。伊是我用钱买转来呢。阿爸，伊是安尼，你疼惜伊，毋是安尼甲找教啦。真啊！啊，你这面卡安尼？啊，着目口欠人足侪钱的，啊，无用人，人要剁脚剁手啦。剁脚剁手，啊，你什么时卡来搁变安尼？我卡搁有迄钱通互你。唉。玉婷，我甲你讲一个故事哦。有一个人，伊足好个，啊，伊身躯嘛足勇诶。啊，毋过伊足可怜诶，拢无朋友。伊诶名叫做撒该。撒该伊真有钱。有一日吼，耶稣去到一个所在，足侪人拢足想要看伊诶。撒该伊嘛想要看伊。啊，毋过人有够侪，撒该伊阁足矮，伊看袂着耶稣。后来伊发现讲有一张树啊。伊专爬去哩树仔顶，想要伫树仔顶等耶稣。伊会当爬去哩，表示伊个身躯绝对是足好个。耶稣来到树仔下，伊举口甲撒该讲：“撒该，你紧紧落来，因暗我要带恁兜。”撒该全足欢喜个走落来，暗过足侪人拢足生气个，因为撒该个遮有钱，是因为拢甲大家捡东西，互大家生活拢足歹过个。迄个时阵，撒该佮徛伫耶稣的面头前，伊佮耶稣讲哦：“我要将我的财产一半帮助遐个善恰人。假使讲我若有讲歪，佮人骗，我就要四倍还伊。”耶稣伊佮撒该讲：“今日叫要恁家恁兜，我来就是要拯救还佮有臭罪失丧的人。”玉婷啊，今日故事讲到遮。你想是安怎撒该会改变呢？因为伊有拄着耶稣啦。是啊，因为撒该伊有拄着耶稣，伊知影伊毋对啊，所以伊的心内足艰苦的。虽然伊的外表看来是足有福气的，啊，毋过伊的心内是足空虚、足可怜的。我敢会使做耶稣？会使。
爸，啊，你哪会知影这个故事的答案？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对阿丽也无好，我嘛无帮衬恁阿兄。我足济足济代志拢无顺利，我心内无平安。我看你吼，拄到遐尼济代志，嘛是遐尼快乐，也无烦恼。阿爸，再等我回来，咱再过来讲。我即马有代志，我先出来去接。你搁相信我一遍啦！我一定会着死青的啦！无可能啊！你钱无先还我，我哪要搁借你？啊！我想着啊，阮阿姊吼，足好个啊！我会使甲因兜的阿伯门甲开开。啊！你著揢我倒，叫我去揢。阮兜的人唔相信我啦，伊会认为是我偷客的啦。啊！我嘛无相信你啊。我把车开回来，我一脚袋也袂记得摕出来，你入去帮我摕好吧？好啊，啊，你放伫倒诶？放伫桌仔脚。阿妈，我回来啊！我回来啊！先坐咧。是安怎？不用讲啦。哎呦，啊，阮阿无。阿妈，啊，阮查囝咧，还无看伊。伊迄个困人咧，你唔烦恼伊。你目睭有较袂疼吼？好，好佳哉。啊，拄只吼，警察有来巡过，伊讲咱迄后壁门啊，无像是去互撬开的呢。而且我非常确定。我要出去的时阵，我一定是把门串好势，我才走的啊。你有把门锁好？对啊。暗着人咧闭开，叫你开个开。犯事哦。哎、欸，啊妹妹，啊你的目睭哪安尼？啊是有人甲你拍的哦。迄个人哦，若我找到哦，我一定甲电甲金死死的。你怎会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？是毋是搁你咧变鬼变怪，还是咧变梦？准啊，是毋是你叫人开的啊？啊，尾门啊，是毋是你开的啦？啊，迄个。是毋是啦？是啦，啊！着我欠人足侪钱的，啊！无闲人，人要甲我剁脚剁手啦！我生甲你一个了尾仔囝，你敢出去？爸，莫起性地啦，莫起性地啦！阿孙诶啊，阿孙诶！啊，发电话入来，我咧听一下电话咧。我甲生甲迄个囡仔安尼。阿爸，我搁甲伊讲一个有关系龙珠回头的故事。你是要搁甲我讲迄个杀鸡号啦？哦，你莫甲我烦啊！哦，我睏袂起啊。较早有一个老爸，伊有两个囝，啊，伊细汉的迄个后生，甲伊阿爸讲：“阿爸，我想要去外口打拼，你教我应该给我迄份上好我啦。反正你定讲嘛是爱分给我。”因老爸佮佮伊的迄份财产予伊啊，啊伊摕着遐个钱了，佮出去啊。经过一段时间，伊摕着遐个钱，佮伊的朋友去车花宴乐，真紧遐个钱佮咱摆了了啊。啊伊的朋友嘛一啊一啊离开伊啊。啊你唔着你讲阿俊啊，
伊的朋友嘛是一个一个离开伊啊。哎呀，啊伊后来哦，个拢无钱啊，啊伊只好去找头路，啊毋过工课阁足歹找的，啊伊只好最后去用请饲猪的，啊毋过迄当时阁拄啊拄着闹饥荒，拢无通啊食，伊足落魄的，啊最后竟然阁啊夹猪手食呢。伊后来个想通啊，伊想讲，我若把食好个，啊长工请个食一下，每一个生活拢过得比我搁较好。我煞伫个遮个艰苦，我要转来去，转去甲阮阿爸讲，阿爸，我唔堪贴做你个后生，你予我做你个长工一个就好啊。伊个转去啊，后来阮阿爸远远看到伊转来时，就安那，就用本单个消气啊。唔是啦。伊走过甲揽呢，啊，阁足欢喜个，讲要办桌请人客。嗯，迄着奇怪啊喏。嘿啊，啊因大汉后生嘛感觉足奇怪，煞阁足生气个，啊讲无爱做伙去庆祝啊。因大汉囝去甲因阿爸讲：“阿爸，我伫你个身躯边遮久啊，啊你从来拢毋捌为我办桌请我个朋友，啊即个小弟转来，你嘛知伊家己拢败了了，伊煞又要为伊办桌。”阿爸，你敢知因老爸安怎甲伊回答？我哪知伊安怎讲？因老爸佮甲因囝讲：“囝呀，你一直伫我个身躯边，我所有一切拢是你个。啊，即届恁小弟转来，佮咱亲像死去佮活，胖去佮转来，所以我当然欢喜啊，庆祝啊！”阿爸，即个故事佮是佮讲一个真正个神，伊就哪亲像咱个老爸，我拢一定原谅安全啊！你嘛爱原谅伊，你哪会当期待我原谅伊啊？爸，我知影你足想要改变你对待阿丽的方式，你敢无期待伊嘛会当原谅你吗？你讲的是真有道理啦。哦，耶稣甲你教迄济吼，安尼讲的关，咱亲像讲的关的，我的故事同款。因为哦，我逐工拢有在祈祷啊，请耶稣甲咱斗三工，啊，嘛会当互我将伊的故事讲互恁听。啊！你爱食土豆无？这台湾的土豆吼，那真出名的吼，这一条互你食。哎，我嘛想，真爱咱厝的吼，会当有平安、有快乐，哦，啊，互你嘛心内会足快乐，哦，啊，互咱的家庭会当安尼和谐，哦，我是真正尽量，哦，我咧啊，厝里闹什么代志，我嘛先来斗相共。回来啊，给您报告一个好消息，那个头发叫米阿姨啊。哦，这样哦。现在您大家吼有相信说耶稣真正会听咱的祈祷，让咱平安啊吼。那咱阿顺啊吼，卖过去跋筊啦，卖欠六合彩，我就相信耶稣真正厉害。我看真多代志啊，但是耶稣的代志吼，我就想要加听一挂。阿爸，真的啦，耶稣真正改变我的生命足多。咱是毋是来想一个办法吼？啊，看会当互阿俊来离开伊阵歹朋友袂？嗯，我看你安尼嘛像在改变的啊。哦，因为这个困难，互咱全家人安尼靠做伙哦，我是感觉足好奇，足好诶。啊，我搁想着一个故事啊啦。做工，啊，迄细汉的吼，伊就想要出去外口食头路，啊，就甲因爸爸讲吼，阿爸，啊，你钱给我，好，啊，因爸爸就钱给伊呢，啊，就客哦，就出去做工啊，啊，出去吼，去交到遐歹囝囡仔，食薰、啉酒、跋筊，一寡钱拢安那输了了，拢无钱，无钱啊，够可怜的呢，无钱啊，巴肚枵啊，无通食，所以伊就去用请。请你，哎呦，对，哦，用请几滴哦。